那我现在来买木材，不晓得能不能买到。车灯未关。不晓得买不买得到，先去看一下。好，刚才去瑞芳木材行买木头，然后花了800块，一块板子15刀，一刀30块。老板娘说，那个一刀的钱都比木板贵了，所以最后收我800多啊，最后收我800。一刀30，15刀的话要450块，所以这块板子好像不到400块吧？它好像830还多少？还是825？然后好，先回去了。其实最后有一个长条的，裁了4刀，那4刀应该是不需要的。我想说最后剩一根那么长的，就把它裁掉好了。裁了4刀就要120块。其实我们以400块工钱来讲好了。这400块工钱，我如果自己拿，就算短了点，我自己回去用木弄用那个锯子在那边锯，也可能要锯的10分钟吧，要吧？也而且那么多块，那么多小条的要锯的话，也可能要花了我半小时以上吧。那可能这个钱直接叫老板3块，老板帮我掐掐掐掐掐解决，我回去省事多了。这个还是该给人家赚的，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去买这些器材，对不对？摆在那边，然后1刀30 ，OK， 好，回家了。要放在这一块的木板，这是背面，还没来那个软性磁性白板贴，所以我先把这个固定好了，然后到时候要装去是要从那边转过来的。好，先钉6的钉子。OK， 先简单的锁了6根就好，先简单6的洞。接下来锁螺丝，这样应该就比较好锁螺丝。今天的目标是先把这个架子定好，然后等到买白板贴以后，把它锁上去再贴。所以我今天就可以锁了。如果动作想要快一点的话，漂亮漂亮哦，可以。太阳出来了，一整颗太阳。是啊，现在去拍太阳了。好，继续。好，关电。你的磁性白板贴上去，然后就直接锁到墙壁上去。还有零件。可以。哎，猫咪，好，那爸爸想说，这工作就到这边，等那个白板贴买回来再锁好了。白板贴这里要先锁上去，再贴白板贴才对，因为上面会有螺丝的那个锁痕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先钉上去了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5:40。好，来拼一下。下一个目标，先钻4的洞，然后再把它搬上去以后，再定点定位孔以后定好以后，我要钻6的洞，定位孔定好以后，再钻墙壁。好，有点麻烦了。三等份中间好了，30这一条，这是5公分，所以要2.5，这个位置。15.5
现在想办法跨上去啊，要跨上去比较麻烦，我一个人应该没办法。贴着墙壁吗？贴墙壁好像 OK， 好。你哈，我弄上去以后，你把它放上去，然后一直点点点点点点点。好，我要在墙壁上留作记号，总共六个点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。好，好，你上去。等一下，我先来拍片。哎，还在拍啊？来，好，贴上。来啊！我不是很矮。六个点哦。好了，还是有点空间。等一下，我不靠墙壁好了。好。好，换这个。好，上面。昨天这个，有碰到墙壁哈？有。啊，好像碰到哈，上面，上面。这边一个点，两个点，好危险，好大啊！失策，失策，上面算错了，上面这边空间太小了。他说应该这边要裁大一点的，算太少了。不过至少这边可以钉一个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好。只是这边可能到时候再想办法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把这边再钉好，然后这边再把它粘起来，稍微粘一下啊，因为这片以后看不到了。锁螺丝一根都这么长，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锁进去的。锁完就收工了。不同的位置不一样。
抓很紧，漂亮，漂亮。有，啊，这白白杵上去，它会凸出来，哦，这就会凸出来。原本贴上去这边会凸两个，啊，剩下这里再把它锁上去。锁够了。现在的缺点是这边会有点浮浮的，这边应该再锁一根的。不过这边因为有电线，锁完以后这边会有点浮浮的，这还 OK 啊，但还蛮稳的。然后这边应该再锁一根，不过这边是跑电线上去的。所以我不太敢在这边锁，可能要旁边一点，要避开这里。可能这边是电线跑上去的，然后所以上面这边还是让它空好了。然后基本上还蛮稳的，你看，用力拔，然后现在这个螺丝凸出来了，没有考虑到。要锁进去一点，然后白板贴上去才会是平的。是有脱牙，那这样比较平一点。都再补一补，把它这里也锁进去了，它比较不突出木板。好，再锁一锁。好，收工。等那个白板贴买回来贴上去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磁性白板贴上面再买些磁铁来吸一些东西吧，贴吸一些照片啊，反正可以粘在这上面吧。 OK， 你小猴这个酷不酷？这块板子还好。哎哎哎哎